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第413页，413页倒数第四行。寿众无量第13，12品，13这2品，都是介绍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。第12品。是介绍老师，这一篇呢是介绍同学，也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诸菩萨啊，在极乐世界都是我们同学伴侣啊，人事环境非常重要。本品写三无量，给我们介绍的三种无量。第一个是佛寿无量，阿弥陀佛真正是长寿佛，第二要介绍呢，慧众无量，也就是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同学伴侣无量无边，这些人都是上善之人啊。我们常说纯净纯善啊，在极乐世界找不到有一个人呢有丝毫恶念，找不到这样。第三呢，慧众寿命一佛无量，也就是生到极乐世界，寿命同佛，跟阿弥陀佛相同，佛无量寿，人人皆无量寿，这一者法身德。佛是无量寿发生的。二者呢，大愿普。为什么有那么多同参伴侣？这是阿弥陀佛大愿的摄受。第三个，主伴如如，是真实不可思议。这是先讲这一品的内容，做概略的介绍。下面请看经文啊，佛与阿难，无量寿佛寿命长久啊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之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同学不但是多，他们的智慧、德能、道力、神通，样样都无量。
我们看这个念老的注解，佛告阿难，阿弥陀佛寿命无量，寿命之长久，舍无法称数，无法计算。实在说呢，不必去计算。为什么？怎么计算你也算不出来。啊，那就不必去操这个心了。为什么算不出来？不生不灭。修行正到极果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妙觉位，圆满的回归自性。啊，自性是什么样子？六祖坛经上所说的本不生灭，他没有生命。啊，是一切众生万物的本体。体无生灭，相有生灭。体是真的，像是假的，所以我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：相之生灭，即是不生不灭。一个意思啊，性相一如啊，性相不二啊。这个事情有很深的理。这个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了。啊，他发现了不生不灭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什么一种现象搞清楚了。所有现象的发生都离不开波动的频率，波动频率有快慢不同，但是它的速度几乎是相等的。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。啊，我们根据弥勒菩萨这个说法，大概一秒钟有这个1600兆次的生命。啊，就是频率。有1600兆次。所以这一切现象怎么能说真有呢？真相就是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说的真相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速度太快了，灭生灭了不可得，这是宗门大德的话，是真的，是不假的，不是假的。
你把生灭找来给我看看，找不到。比我们起心动念快多了。我们起心动念是多么的迟钝。啊，根本的振动的频率是相等的，这个频率里面，啊，频率是自然现象，如果加入精神现象在里面，频率就去产生变化，这个变化呢，就有快慢的不同，延伸出设法界一真庄严。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西方世界人，佛正道究竟果位，把究竟果位的德能加持给这些法身菩萨，他们有能力接受。这个能力是什么呢？他们都能够把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放下，这就是条件。有这个条件，佛的光、佛的信息就可以加给你。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佛想加给你，加不上啊！你不能接受啊！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放下是多么重要啊！只有真正能放下，你才有能力啊，接受大乘佛法。啊，放不下的人，天天听，听上一百年，还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啊，这个门到底是打开还是封闭？这个权在你自己，不在别人手中。啊，与任何一个人都不相干。啊，门如果打开，自信里面智慧、德能，我们在讲是神通道理，啊，福德因缘通通具足。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的慈悲，只能给我们做方便。增上缘，啊，就是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开启智慧之门，啊，自信之门，权力在自己手中。只要自己肯放下，门就开了。正所谓的是
系灵还需解灵人。啊，古大德所谓的是自足自受，我们自己做佛事，那就受佛的果报。我们自己去造地狱业，那你就得受地狱的果报。事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样不是自作自受。外面的缘，善缘恶缘，通通都有，采不采纳决定在自己。啊，缘在我们面前，加持也好，是诱惑也好。我们肯不肯接受佛菩萨无权过问，天地鬼神也无权过问，啊，大圣大贤也无权过问，都在自己决定。啊，所以我们自己造种种恶业。啊，要受种种灾难，能怪人吗？啊，怨天尤人呢，可能罪加一等。为什么？你冤枉别人。啊，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，《大乘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。不能不读啊！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慈悲啊，把这些经典留下来，帮助我们觉悟。啊，帮助我们不再去走弯路啊。注解里面说，此上正为第十五寿命无量愿的成就。又有无数声闻之中，乃第十六愿，声闻无数愿之成就。啊，可见的这些果报，全有前因呢、啊，没有因哪来的果？说明一个道理：业因果报。丝毫不爽啊！我们应当发心呢，爱人呐、啊，无条件的爱人，无分别、无执着的爱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自信里面的大慈大悲流露出来的，信德流露出来。啊，这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德行，美德了，善行啊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啊，自信里的本有的。寿命长久不可成疾，表
阿弥陀佛究竟发身。这句话说得好，为什么寿命长久？为什么不能称疾？称是说明，你没法子说。疾是思维。不可称疾就是不可思议。三际也如，三际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时间没有了，所以叫也如啊，寿命无量，叫故寿命无量。寿命是从时间上说的。三际一如了，这说明是这是真无量寿，不是假无量寿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肯定在一生当中真的。这个真的就是明心见性，只要见性。就三际一如，换一句话说，所以明心见性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无量寿佛。佛以大愿度生。超越诸佛，故报身、化身、寿命一切无量。这个怎么回事？说报身无量，我们还能理解。报身是什么？是现在十宝庄严土的应化身，示现在十法界。怎么能说无量呢？像释迦牟尼佛。3000年前，示现在印度，也曾经在母亲怀孕10个月。从母体出生呢，79岁，圆寂，不是明明有生有灭吗？老人家寿命79岁，我们中国人算虚岁，算80岁。这个幻想是我们六道众生所看到的，好像有生有灭，实际上不生不灭。这个里头有一个很大的事实的现象，那就是说，
如果释迦牟尼佛不生不灭，我们每个人也不生不灭，是不是？是的，一点都没错。从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如是啊，应身，我们这个身也如是啊。阿弥陀佛是属于自然的反应啊，这三种现象里面，诸佛菩萨应化到十法界是属于自然现象啊，我们不是的。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受生是精神现象啊，科学家讲的是信息的现象啊，在这个里面产生了物质的幻象啊，物质现象是幻象。啊，就像德国科学家布朗克所说的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啊，物质这个东西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是他一生研究原子得到的这个结论啊。那么近代科学家更进一步的说明，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，它的基础就是心念，我们心里的念头，就这个东西，物质从这里头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没有心念就没有物质现象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了解叫看破，看破之后你不再执着了，你不再分别了，不但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对他起心动念都不至于发生啊。那人真能做到六根对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这个人就成佛了。啊，他肯定回到十报土去。为什么呢？十报土非常适合他。啊，十报土里面所有的人都不起心不动念。易经里面所说的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兴趣相同的，嗜好相同的，哎，它自然聚集在一起。啊，你有这么高的情操，这么高的境界，啊，你居住的环境跟你往来的人一定是跟你境界同等的，不同等的不能在一起共居啊。
啊，所以西方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，就这个道理。啊，你在哪个阶层，你就会跟那个阶层的人许许多多同参道友。寿命无量，故长久众生。这教化众生啊，教化众生不间断的 啊，常常帮助众生觉悟啊。佛愿无极，48愿。深广无际啊，故应广施惠众。十方世界的人与佛有缘啊，见到佛光，闻到佛名。业障消除，智慧增长，发愿求生，都到极乐世界去了，广施惠众。啊，那我们知道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跟阿弥陀佛的佛光，就是他老人家招生广告。啊，在变法界、虚空界招生呢。啊！诸佛如来为众生做增上缘，怕众生看了不懂，听了不明白，为他讲解说明，啊，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给他，为众生做增上缘，所以极乐世界这个大会就比什么都殊胜，无论在哪一个层次，啊。我们讲四徒三辈九品，无论在哪个品级，人数都无量无边啊，等于像班级一样，每一个班级都是无量无边啊，而且他们没有空间维持，班级整整齐齐的啊，但是大家都在一会。好像同一个大教室，啊，这一排啊是第几班，那一排是第几班，但是同在一个教室，平等法界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那种神通善巧。我们今天科技跟他相比，这小巫见大巫啊，简直不能比啊！啊，幼稚园小朋友玩的啊，他们不需要电视，每一个人都觉得是阿弥陀佛在他面前为他一个人说话。啊，再遥远，不要用，用耳机，不需要用，啊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就像面对面谈话一样，这我们科技做不到啊，极乐世界不但如是，我们还能体会到一个境界。我们在此地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啊，放下分别执着啊，起心动念没放下，放下分别执着。
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，必定见佛。我们想听阿弥陀佛说法，阿弥陀佛当来就在我面前，清净心就能照见，清净心就能听见。极乐世界呢，这个地方就是极乐世界，我们没离开极乐世界。是吗？是的。不但这个世界，因为还有更小的。前面我们读过，一毛一尘里面的微点太小了啊！一尘一毛里头的微点，那个微点呢，就像《大乘经》里面常说的极微之微，啊，我们这个经前面读过，啊，在296遍第三行，看当中，一毛一尘之微点，借从世纪离体而行，与妙理相即不二。你看，一粒微尘里面都有变法界、虚空界在里头。那阿弥陀佛怎么不在我面前呢？啊，极乐世界怎么不在我站的这块土地上呢？啊，前面这个道理你明白，你就完全晓得了。宇宙是一体，没有办法分割。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偏就是全，全就是偏，不二啊！这是大乘佛教的科学。啊，这些话佛不常说，为什么呢？一般人听不懂。我们说一句老实话，如果不是现代量子物理学帮个忙，我们也不懂啊，无法体会啊。啊，量子力学证明这个微点存在，微点里面还有世界，他没发现，这是佛发现，微点里头有世界，微点里头有极乐世界，微点里头有阿弥陀佛，妙啊！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那我们这一个身体有多少微点？没法子计算呢。啊，每一个微点里头都有世界，极乐世界在哪里？阿弥陀佛在哪里？所以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不是假的呀，这是真的。啊，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就真的了。啊，你没放下，现在是听说，听说你很难接受，把它当神话看待。它这是神话，神奇莫测，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。
它是事实真相。所以，弥陀能做的，我们都能做到；弥陀能成的，我们都能成就。凡圣距离这么大，相差这么远，这究竟是什么回事情？迷雾不同。除了迷雾，没有任何原因的，也没有任何障碍。迷从哪里来的？说到根本，迷就是从这个身体来的，把身体当作我，这是迷的根本根源，有我就有自私自利。就有分别之处。我们从弥勒菩萨跟世尊的谈话当中明白了，觉悟了，彻底地搞清楚了。这个身体不是我，身体是个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不是我，精神现象也不是我，观自在菩萨以他的身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第一个是色，物质空的，受想行识是精神，是信息，也是空的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自信里头根本就没这个东西。不但这个东西没有，升起这个东西的能量也没有，阿赖耶的业相也没有。所以阿赖耶太神秘了，它存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你没有办法接触它。眼耳鼻舌身，它能接受的是物质现象。第六识、第七识。这是心念，它能接受信息现象，就是精神现象，自信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不但六道众生，包括四圣法界都接触不到。所以佛在经教里说了一句话，为正方知。你亲正了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正法呢？起心动念放下就真的了。怎样能够在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？你知道这一切法，那还得看破。看破了，真的
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六道十法界是一场梦啊！梦里面的事情，你说它干什么？你想它干什么？不必想，就是不思；不必说，就是不议，不可思议。啊，有人来问你，你会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；没有人来问你，心里头干干净净、一尘不染。有人来问你，说而不说；没有人来问你，是无说而说。所以无说，完全表现在对，可是你看不懂。啊，你为什么看不懂？因为你有情识障碍了。啊，你有分别执着障碍，你看不懂啊。啊，这是说如来应化身也无量寿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？我们哪一个人？哪个众生不是无量寿的？自己完全不知道，身之动大者，贤彼啊，彼土就是极乐世界，慧众的神通智慧通达透彻。啊，神之动达这些句啊，极乐世界的慧众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凡圣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都具备。他们的智慧神通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，这个地方要知道佛心平等，就如同佛光一样平等，普照法界，一切众生都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。包括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，为什么有人能感受到，有人感受不到？啊，我要问同学们，大家都会，我没有感受到。啊，真压制你，你没感受到。啊，这什么原因？就像世尊在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所以你感受。三重障碍，这三重障碍，说老实话，障碍不住佛光，障碍不住
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障碍不住。他跟他说，障碍你自己。哎呀，障碍你自己的自信，你见不得心。这个障碍也不是真的，它的本质是什么？意念迷而不觉，就这个东西，意念迷惑。所以你智慧也发不出来呀，你一念迷惑啊。我们如何把这一念迷惑去掉？啊，头一个就是孝敬，敬业三福里面。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孝亲尊师。这孝亲尊师怎样做，我们的迷惑才能去掉呢？啊，像大乘经上讲的，从孝顺父母，把孝顺父母这个心性扩大，孝顺。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，你就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佛就是这种孝顺。啊，如果你我只孝顺我的父母，我喜欢的人，我讨厌的人，我才不理他呢。那你就永远迷而不觉。啊，因为你不知道啊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，啊，所以大乘菩萨戒经里面说的是真话，不是比喻啊，是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这个男子女人。包括所有的动物跟植物，啊，雄性的动植物就是男子，雌性的动植物就是母亲，这才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的大孝。啊，把我们所有的迷惑全都突破了。啊，所以我早年讲经的学有比喻，心量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，把烦恼习气都给挤破了，都透出去了，这才管用啊！心量最小的，最再小的，就到地狱去了。啊，心量大，大到无边际，就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相应。你不到极乐世界，你到哪去啊？啊，慧众，神通智慧通达透彻。往生论上说，天人不动众，这个众就是指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这些大众啊，天人不动众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天人是凡圣同居土。
都能做到如如不动了。因为如如不动，所以清净智海深。论注曰：借从如来，智慧清净海深。故皆神通通达，威力自在。这样的生活环境，修学环境，是我们真正修仙人梦寐所希求的。现在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真有。想不想去？真想去，对这个世界不留念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过一天算一天，随缘度日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一念执四维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这叫一佛。执念这一句名号，这叫念佛，一佛念佛。什么时候能完成？一日七日，快一天，慢七天。我们真想去，真想完成，为什么不能完成？对这个世间有留恋。我还有明天，我还有明年，那就不是一日七日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迷执啊！这是障碍呀！我们得把这些障碍平除掉不要把它再放在心上了，你的精液就修成功了。如果存在这些障碍，它通通是让使事者惹麻烦。经典上古大德常说：“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”我们念总是不相应，从来也没有去想想，这不相应的原因在哪里？到底为什么不相应？为什么别人相应，我不相应？所以我们要能常常发现问题。解决问题，这是智慧所有一切障碍统统解除了，我们问题解决了。你在这个世界，这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从什么地方显示出来？从你快快乐乐的面孔。先说了。
从你真正见到阿弥陀佛现实出来了。阿弥陀佛在哪里？你的心是阿弥陀佛，一看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。你的愿是阿弥陀佛，你看一切众生也都是阿弥陀佛。境随心转嘛，你的境界没转得过来吗？啊，所以什么都不是。啊，放下不容易，看破更难了。真看破了，放下很容易。啊，放不下，我们有个警觉心，放不下就是没看破，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了解不够透彻。怎么还有这种习气毛病障碍我？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方法确实简单，一句名号，一句名号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。啊，不是真正灭掉，也把它念掉，它不起作用，这种福烦恼，生凡身同居土。要是把它真甩掉了，断掉了，那就不是同居土了，啊，那是方便有余土、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我们念佛。啊，平常讲很用功，纵然是一天，啊，十万声佛号，或者像黄念老，哦，难得一天14万声佛号。如果他没有放下，去不了。并不是每一个念佛人都往生，啊，念佛人没放下，他就去不了。啊，事法佛法里头。只要有一桩事情没放下，啊，他福报大，造的恶业少，他升天了，或者又到人间来了。如果他造的恶业胜过善业，他就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灌顶法师讲得清楚啊。念佛人100种不同的果报，啊，我们念佛为什么？为什么念佛？为什么求生极乐世界？啊，这个要学慧能大师就没错。我为什么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？为成佛。我为这个，不为别的。啊，为什么要成佛？为普度众生，只有成佛才有智慧神通能力来教化一切众生。这个愿跟阿弥陀佛的愿，跟十方诸佛如来的愿完全相同。
不是为自己求安乐，不是为自己升官发财啊，不是为自己得大福报、大智慧，也不是啊。你有个为自己，就是障碍了。我们一切是为自己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圣同居土。但是要记住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上辈往生，中辈往生，下辈往生，下辈是同居土，中辈是方便土，上辈是十报土，上中下三辈往生，条件是相同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相同的呀，啊，菩提心，菩提心觉悟了。什么叫觉悟？什么叫迷惑？为一切苦难众生觉悟了，为自己迷了。我这个解释大家很容易体会，我为众生里头还有一念为自己，你虽然觉悟里头还有一点迷情在里头，不要小看这一点迷情，这一点迷情会把你整个决心破坏掉。啊，李老师在世，常年讲经，他用鹈鹕做比喻。啊，鹈鹕是天人的饮料，饮料当中最好的，天人最好的饮料叫鹈鹕。啊，这一杯，如果这一杯鹈鹕里头有一滴毒药，放在里面去了，整个鹈鹕都变成毒药。这个比喻用意很深，就是你菩提心里头还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那个心，那个心就是毒药。啊，菩提心就是鹈鹕，啊，那一点毒药掺在里头，鹈鹕就不叫鹈鹕，通通叫毒药。这个心念佛不能往生，那么我们哪一个人发菩提心没有一点自私在里头呢？那么你再反过来想想，那个菩提心发了之后没有一点点自私自利的念头在里头，真了不起啊！没有私心了，啊，没有私心的时候，你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。你念这一句佛号啊，才跟阿弥陀佛相应了，通了，障碍没有了，一丝毫的自私念头都是障碍。啊，老实告诉你，不是小障碍，是大障碍。啊，意思就是，鹈鹕里头一丝毫毒药都不能掺杂。啊，要修自己的纯净、纯善的真心呐、啊，
菩提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啊，用这个心来念阿弥陀佛，念久了，真的会把阿赖耶念掉了。阿赖耶是妄心，你久久不用它了，它自然就淘汰了。啊，不必刻意去断它，但是自然没有。所以啊，论注里面讲，这些人这些会众都是从弥陀如来智慧清净心中生的，还是比喻这心量像大海一样，啊，无所不容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圣众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到极乐世界，都被阿弥陀佛威神加持，做阿惟越致菩萨。每一个人的心量，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界。啊，那是西方圣众，啊，那边大众，他们心量的样子，啊，心量的写照啊。那我们的心的小心量怎么能进得去啊？啊，个个都是那些大心量。个个没有自己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神智，神为神通，智为智慧，此是两字分居，啊，两个字分开了讲，神通智慧，若合为一词，则自在彻见，是理之智慧。啊，自在，彻底见到了。啊，见一切事，一切理。这不是勤见，这是智慧的见解。我们今天讲理智，啊，不是感情。神明也，此之智慧也，神明无极者也。这个智慧明明了，上面加个神啊，这个神是形容圆满的通达啊，神这个字是会意。啊，你看看
它的左面是个士字，要用篆字来写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。啊，篆字写这个士字，上面是个上字，上下的上。啊，上面一横短，下面一横长，这是上字。啊，下面呢，它是一三条。啊，代表什么？上天垂下。这个意思就是自然现象，啊，大自然的现象，啊，这一边右面是个身，啊，你看身，身是代表通达，你看篆字看起来，它好像有三个关，一条线穿下去了，啊，没有障碍，完全通达，所以这个字的意思，通达。大自然的现象，啊，正确的通达，彻底通达，就叫神。神明明白了，明是光明啊，啊，明是智慧呀，神是通达了，啊，这个智慧神明无极。啊，动究竟通彻，达呢通达无碍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是彻底的通达，不是局部的，啊，不是局限的。圆满的彻底通达，为利自在者，为神之力自在无碍啊！这个三句是说明西方会众。啊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就是我们同参的道友，个个都有这样能力。我们这一看一听说都不敢去了，那些人都比我高啊，我那怎么比得上人家了？那吓得吓退心了。啊，那才叫高人了。这个俱乐部我们不敢进去，啊，你要知道，这种能力，十报土是真的，啊，但是凡圣同居土不像我们这样待业往生去的呀，为什么也有这个能力呢？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，首先是佛光助照，这佛光一照啊，我们的业障就消了，我们自信里面智慧就透显出来了，到达极乐世界那是一念之间，速度太快了啊！到达极乐世界，你就圆满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这里面讲的神通道理，你通通去做了。你看，不修就得到了。要修，修到哪一年才能得到？像不修就得到了。你才晓得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念佛的成就啊，非常稳当、快速，而且圆满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个法门都不能跟他相比。经典里面，
啊，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一切诸佛。你看，对佛的赞叹，对弥陀的赞叹，对极乐世界的赞叹，对极乐世界大地的赞叹，啊，环境的赞叹，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的赞叹。无比殊胜呐，确实是诸佛刹土第一。啊，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当之无愧也。啊，所以要知道，我们在此地不行。到极乐世界就行。啊，所以如果你要问，我到极乐世界，什么时候才能到驾慈航回来度众生？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见个面就可以了，你就有能力回到娑婆世界广度众生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得到阿弥陀佛加持，啊，像此地讲的，神通，啊，神智，神明无极，究竟通彻，通达无碍，威神自在，你全都有了，通通具足了。啊，到这个时间，应以佛身教化众生，你就能显佛身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；应有比丘身教化众生，你就现比丘身，啊，像六祖慧能大师一样；应以什么身得度，自然就现什么身，你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自然现象反应，众生有感，你自然就应了，没有加一点意思在里头。啊，一切诸佛化身菩萨到这个世界来实现，都是这个样子，跟这个世间人和光同尘啊，世间人不知道啊，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是意，所以这个不可思议。我们今天讲清楚明白都是动起心动念了，那菩萨化身大师来教化呢，他不起心不动念的啊，我们不得已说，完全是一种反应。啊，众生有感，它自然的反应。啊，什么时候都能来。你的愿发得不错啊，我去了就想，马上就想回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你的情执。到西方极乐世界忘掉了，忘掉什么？忘掉了时差。可能极乐世界上一天呢，这个地方就几千年了。哎，我很快就回来了，没想到这世界上已经过了几千年了，不是以前那个地方了。啊，不过你也不会奢望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没起心动念。
这你没不会失望。啊，你看到众生还是乐意去帮助他们。众生各有各的报啊，千百年之后，这个众生到底到哪一道，不一定在人道啊。啊，不过无论他在哪一道，你都能看到他。啊，他跟你有缘。有缘就是他把信息，他放出来信息，你很容易收到。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，身显华严，光霞自在，一多相容，世事无碍，不可思议境界。是华严境界啊，能在掌中持一个世界就不得了了。我这个掌中放一个地球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持一切世界还得了吗？一个银河系很小啊，一个娑婆世界是十万亿个银河系。银河系不大了啊，那这是一尊佛的世界，一切世界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，无法想象，不可思议的大世界。啊，掌中能持。确实身心华严，光霞自在。光霞是相对的，在一真法界里头，光霞没有了，一多没有了，啊，所有一切对立的现象，全部没有了。没有大小，没有真妄，没有凡圣，边界破了，彻底的破了。啊，边界可以说，从初发性。啊，华严会上，51位菩萨，十信位里的初信位，边界开始破。啊，像我们先前要认真学习，不对立，啊，不跟人对立，不跟事对立。不跟一切无对立，要学这个啊，心量才能放大啊。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啊。头一个破身见，第二个破边见，第三个是放下成见。知道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成见放下了，就能够修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这种修学对于断见思烦恼以及烦恼的习气，非常有效果。啊，弘一大师到晚年，我们看他的行仪，很像这个境界。
他老人家一生修华严经，他的早晚课是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就是最后的一卷。他是念华严经，念阿弥陀佛。那一卷经也是净土五经之一。他不用无量寿经，不用这个阿弥陀经，他用普贤菩萨行愿品。晚年情形，我跟他没有接触过，我们学佛，他老人家早就往生了。我是到新加坡，在新加坡呢，我们住的地方净宗学会院，跟占婆园很近，走路大概3分钟，过一个马路，那边就是的。老法师邀请我，我去过2、3次。弘一法师早年到新加坡就住在那里，广洽法师的道场，他跟广洽法师交情很深厚，真像兄弟一样。所以到南洋，广洽法师接待，住在占卜院。广洽法师告诉我，弘一法师非常慈悲，很好伺候，没有一样不好。他从来不挑剔，不说话的。一天到晚是念阿弥陀佛。心好像就住在阿弥陀佛上。饮食方面，广洽法师还总是希望能满足他喜欢吃的，好像他没有喜好，什么都好。广洽法师尝这个菜好像太咸了，他怎么说呢？咸有咸的味道，这个菜太淡了，淡有淡的味道，从来没有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没有，样样都好。我们晓得，弘一大师在没有出家是非常挑剔的，非常讲究的，丝毫不苟。到了学佛之后，这么样的随和，真的把他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人。见到任何人都笑眯眯的。他是真用功，真干呐！普贤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境界，他契入了。也就是十大愿王，他真做到了，礼敬诸佛。对男女老少，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，他都恭敬，都客气。那不是做出来的，出自于真心。称赞如来，引恶扬善，不善的东西他绝不放在心上，更不会在口里头。人做一点小小好事，他赞叹。广修供养。他的供养是法供养。年轻他是财主啊，父亲留下的遗产在那个时候那不得了啊，大富翁啊，他是花花公子。
啊，说的不好听也是败家子啊。啊，家当败光了，出家了，也非常难得，出家真正修行人。啊，一生过苦行僧的生活，啊，非常节俭，啊，衣服破了补补的，他穿那个衣服，真难得。啊，忏除业障。随喜功德，勤转法轮，请佛主持，啊，常随佛学，恒顺众生，普皆回向。他老人家他就修这个，啊，这个普贤十愿呢，你从他日常生活当中完全能看得出来。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我们再看注解的下面这段，又为魔经，一贤掌中。持世界之不可思议功德，经云。这下面是经文，诸不可思议解脱菩萨，啊，这是化身菩萨，证得了解脱，化身般若，啊，得大自在啊。断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如陶家人啊，他们做陶器的啊，他这个轮子转动陶器的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他断取三千大千世界，就像那么容易。若又掌中。正过恒沙世界之外，其中众生呢不知不觉，即知所往。大千世界在手上，两个手，啊，把这个手上大千世界丢到这个手掌来，大千世界人完全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完全不晓得。就如同我们地球在太空当中运行，地球的动很复杂，啊，震动很复杂，我们地球上人没有感觉到。那么这菩萨的身相有多大呢？大千世界在手掌上可以像玩陶瓷、玩泥巴一样的玩法。啊，这个世界的人是完全不知道。啊，这是比喻，也是事实，理上讲得通啊。啊，再把他叫回来。不识人有往来想，而此世界本相如故。不管他丢来丢去的时候，
在世界上这些人完全不知道。又菩萨以一佛土众生，智智又长，非道设法，遍视一切而不动本处。啊，这是说菩萨他有这个能力。一佛土的众生，一佛土就是一个大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一佛土。那像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十万一个银河系，十万一个银在手掌里头。啊，飞到十方啊，展示给大家看。这个一佛刹刹土里面的众生完全不知道，没有一丝好的感觉。极乐大众啊，悉具如是不可思议微神功德，这个能力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都有这个能力。微神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身贤慎重庄严，主办功德均不可思议。那主阿弥陀佛，办是所有往生的这些菩萨们啊，四徒三杯九品，个个不可思议啊，人人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。我弟子中，大目犍连，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啊，我们看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就是平常讲的十万亿个银河系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，好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。他只要一天一夜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，他就能够把所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的星宿啊，我们就讲星球有多少，他全部都算清楚了。有这样的能力啊，啊，这一小段注解上又述句独标目连功德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有十大上首弟子，真正是登堂入室的目犍连是其中之一。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舍利佛跟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，他们早已经成佛了。啊，世尊在娑婆世界成佛，他们是以佛的弟子身份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啊，就像唱戏一样，
在台前，释迦牟尼是佛，他们是弟子；在台后，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。那么这一节文呢，兼汉吴，汉译吴译。汉译曰：“摩诃目犍连，飞行四天下了，一日一夜，遍数心只有几枚也。”这个天上有多少数星？这个星星，这现在科学家答不出来呀！10万亿个银河系还得了啊？我们现在对银河系之外了解不多。这个科学仪器还不够充分。目犍连不需要这些科学仪器。他用什么方法？用禅定。定生慧。定能突破空间维次，能看见这些现象，诸法实相，智慧能知，能了知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能知道多少？如果照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来说，不只是心修啊，它后头有众生两个字啊。每一颗星球上的众生有多少？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星球里头有多少众生？这个难了。目犍连给我们实现的地位是小乘四果阿罗汉，四果罗汉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当然没有。这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的，四果罗汉没这个能力。所以《弥陀经》里面说，1250人呢，皆是大阿罗汉。大阿罗汉就行了。大什么？大乘，大乘阿罗汉。阿罗汉要是翻成中国意思，叫无学。翻作无，罗汉是学习。无学，无学什么？就是我们今天讲毕业了。小乘所有课程科目都学完了，毕业了，叫无学了。这是小乘最高的果位。那大乘最高的果位呢，是释地菩萨。所以释地菩萨称大阿罗汉。大乘里面他毕业了。我们从断证功夫来讲，容易明了。小乘阿罗汉是把执着放下了，就是见思烦恼断了。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他不分别了，不执着了。有分别，不执着。
那大乘阿罗汉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无明早就断了。不但无明断了，无明的习气也快断尽了，只剩下一品，这一品在等觉位上断。 这样的人，他真有能力啊！为什么？我们在《华严观》上看到，从一提起二用，二用里面。 无论是依报物质环境，正报是自己，都具备三种周边。第一个，周边法界，这个波动才起来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他都能收到。法界、虚空界，任何。 一个地区，我们用这个大家好理解。它发射的波动，遍法界、虚空界都收到。那么自己呢？这个身体也是一个接收台，遍法界、虚空界的信息，刹那刹那不断的发了，我们自己也通通能收到。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 我们是迷了自性了，麻木不仁了。虽然接触到了，信息接触到了，没有感触。他们的身体非常灵敏，轻微的接触，他都完全清清楚楚感受到。周边法界，第二个。 畜生无尽呐，畜生无尽就变化了。你看整个这个大宇宙里头，千变万化，一分一秒都不停，千变万化。第三种是，就是心包太虚两种杀界，它的心量比虚空法界还大。 论文里的是含容空有，含是包含，容是容纳，包含虚空啊，容纳万法，容纳万有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他当然知道，所以。 大摩揭里，在大乘里面，他表法是大乘阿罗汉，才有西方极乐世界阿惟越智菩萨的智慧深度。 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